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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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以吧？嘴边肉，对，就是很想捏他的嘴边肉，就想把玩他的嘴。对啊。它里面什么葡萄啊、荔枝啊，或小苹果啊。它一定有闻到味道，不然不会行动。它是有味道，有那个食物味。好的，会想办法的，它不会硬咬，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它好像一直很想要咬破。咬破。你应该是出门的吧？是在出门。